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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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Sandy。我的衣服跟上次一般长一样，没错，因为我两部在同一天拍的。回到台湾就是要来要干嘛？回到台湾就是要来抽一番场，就马上来转转蛋，所以就是同一天拍完这样。那这个时隔一个多月的转蛋，应该有更新蛮多的，我要去看一下有更新什么。今天只有我一个人，好没有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转得很好的。今天没有来宾，婷跟杨也不在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走吧。我要转这个，它这个很可爱，它是那个烤串，然后它是什么福神啊、招财猫啊、鱼啊，就是那种福神系列，然后这种它是烤串，超可爱的，而且我刚刚看它的大小，它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还蛮大的，看起来很精致，运气提升串炸物，它的中文名称，我要来转，我最想要。我都很想要，好可爱，福神吧 ，ABC 惠比寿，我最想要它，可是其实都很可爱。惠比寿，我收到了，然后它就这么大一个，很精致哎，很棒，一抽就抽到哦，今天手气很好哦。下一个，杨没有来，但是我看到他最喜欢的东西了，鬼花恰吉。他喜欢这种奇怪的东西，他应该是想要这个啦，拿刀，然后满脸疤的一个，他一定想要这个。我看我怎么转到，怎么转？他不在这里有点可怜，所以我要帮他转。这个好，转不到三了。哦。是另外一个，而且它长得有点不像鬼花叉子，它长得有点像邻居的少女，好奇怪哦。不管，他应该喜欢吧。欧巴，日中12点，我转蛋店都有摆出来。对，大家看我们点蛋糕，因为我去美国偷喝了非常多的牛奶。因为美国非常多奶制品的东西，然后就是非常好喝，我受不了，所以我就牛奶。它这个是变形怪的，可爱哦。我想要，其实我原本就蛮喜欢变形怪的，它超可爱，眼睛亮一点亮。我要。都很可爱耶，这个好了，他们两个叠在一起。啊，好小哦！我转到羊跟变形怪，那个变形怪是我的一片指甲，很小，可是很精致，一片指甲变形怪，200块有点小。都没有关系，精致可以接受。下一个，我要转这个，这个是 Fate X Terra 的，我要抽这个。然后我的目标是金闪闪，我就最喜欢金闪闪，我最喜欢它了。我刚也吸入金闪闪，希尔加美食。我说红之外最喜欢的就是金闪闪，就是它没有错。我以前抽过还是金闪闪在 Fate Zero 他那个裸上半身。它的托利亚，它其实很精致，但是我想要金闪闪。紧张。我抽不到 FGO 都没什么课了，我。抽这个课已经课300块了，300块可以几抽啊？可以抽多少？那个专业的狱卒们，我还要再好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如果没有金闪闪，我就走了，我就离开地下街。好，没有，我就离开这个机台这样。
珊珊，今天很棒哦，好险我有再抽一次。我满足了，我满足了。我抽这个，它这是猫的立体服饰会，就是可能有猫比较不好，像猫的需要。重点是它是海洋马，很精致，然后它的转蛋很大一点。我觉得它这个，我就喜欢这种日式那种服饰会，日式风格的东西。我最想要的是，跳舞的猫鼬或是猫松。猫松山，因为它很高，看起来很大很长。就这个是趴在地上的猫，然后它好像是长是像老鼠的猫吧，但是幸好不懂。它是畸形的猫，可是还是很精致的。我刚才前面那个 Fate 花太多钱了，我现在心有点痛啊。这个蛮可爱的，收，可以接受。今天的艺人转蛋，不是艺人转蛋，是跟珊珊们抽了蛮多想要的，然后也有抽到最想要的金闪闪，那其他的一样会送给珊珊们，那请大家留言分享，还按小铃铛，就直接可以抽到哟。只要每天接近频道，就请在里面按个赞，最后还有小铃铛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